就清洁完了，它开始烘干了，它要烘干半个小时，它叫你清洁污水箱。所以它烘干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污水箱拿起来，是吧？哇，真的超脏哎，什么鬼？里面有芝麻哎，这边是芝麻糊哎，哇塞，什么鬼？烘干污水箱滤网，那连污水箱滤网也会烘干哦，这么酷炫，所以它就是全机都会烘干嘛，这么酷炫，哇塞！